空拍镜头，整片蜀葵花海盛开，不止从空中俯瞰漂亮，从平面视角看，花朵绽放更美丽。有红有橘还有浪漫粉色蜀葵花，最高能长到3米高，又被称为一丈红，人在其中就像身处花镇迷宫。尽管还没等到4月1号开园，但光在外围已经出现不少游客争相拍照。2万多株蜀葵花同时绽放，预计花期延续一个月到4月底。今天来不对时间，对，进不了园区。游客说补班日人潮还不算太多，赶紧抢拍卡个好位置。另外彰化还有七彩九重葛大爆发，上百公尺花墙，多种花色同步绽放，颜色比较鲜艳，有的是一片红，这边是蛮多颜色，蛮好看的。中台湾出了大太阳，天气正好，九重葛像是七彩瀑布倾泻而下，又像披上彩色围巾，紫色神秘，桃红艳丽，五颜六色的美丽花铺美得不像话，让这个补班日显得格外疗愈。Thank you.